大家好，我是辉哥。一台二手车的价值，我认为是取决于三点。第一点是客户认可度，第二点是市场的保有量，第三点是我们货运市场的前景来决定的。这台是2021年8月份上户的 H7， 预采580的马力，法斯特的12档，它是那个45驱的后桥，速比是3.7的，是真空胎的哦，是配备了双油箱的，1000升油可以加到1000升油，还有个16缓速器，还有个驻车空调，这些是都是配有的。它的因为它是一个轻量化的设计，这个车皮的话大概是86这样子。由于原车主呢，他是他原来拉货的原因吧，他之前呢是专门跑一个是装那个木片的，所以说呢他那个整个车呢还有残留着很多的那个木屑，那些木屑灰尘，所以说他就做了这个挡布来防止一些灰尘飞到发动机啊、变速箱啊这里面去。现在我们还能依稀的看有很多的那些木屑，因为它拉的货之前呢都是标载的，都是很轻的，所以说这个车呢基本上没什么磨损。基本上这台车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如果感兴趣的卡友们，你可以私信下辉哥，辉哥来带你看车。